我们要打造一支能够和北京这座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球队。官队并不是仅仅是一支球队，它代表的是一种北京的精神。远射，哦，韦世豪，有了，哇，世界波，哇，第二个，哇，于洋，百场进球，百场进球有意义啊！83分钟，于大宝打进点球。球进了，这是国安队在中超历史上的第600球，600球，古斯托完成。会有这种波动，哇，天哪，漂亮！巴特布在最后时刻头球一跃冲顶。大段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然后给机会来了，扣球，漂亮！杨球要不要这么快？哦，下半场比赛仅仅40秒，北京中国国安在这场扳平比分。跟上去侯森再扑救，看一看王启明怎么选择处理，再把球做到禁区内。巴坎布高速的回抢，这是作为一名锋线队员积极参与到防守。Yes, por eso tenemos que trabajar duro al campo. Yo cuando juego juego siempre al 100%。快速倒地将球封挡，小将今天打了47分钟比赛啊，真是表现出色。推，这球有了吧？郭全博，郭全博啊，今天呢可能是他职业生涯啊最重要的一天，一天，嗯。哇，横梁啊，国安队！Nein, ich fand das war Werbung für den chinesischen Fußball und ja, ich bin sehr stolz auf meine Mannschaft, dass sie ja so einen Pokalfight hier heute abgeliefert hat.国安永远争第一。这个犯规其实明显就是要把人撂倒了。对。裁判要再不给牌的比赛没法踢了。张宇，不要忘了，这是他第一个赛季打顶级联赛。哎呦，这次可以打了，球进了，奥古斯托，39分钟，把世界杯上的好状态延续到了联赛当中。举到前面，球进了，哎、这次是于大宝队长于大宝包抄，国安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连续破门。国安队第三轮出场的是10号张稀哲，巴西国脚奥古斯托，他如果能够罚进的话，那这个比赛就此结束。
的在奥克斯托从盖船咬了帽子戏法，索里亚诺57分钟打进了第三粒进球，这是完全把防线打透。是拉开斯跑右脚打门越过人墙飞上球门球进了5-3，哇，这场比赛确实太精彩太完美了，还会增加这个数字，果然这个数字看能不能变成6球，池中国球进了，变化的是6-3，池中国这个赛季的首粒进球追平了上赛季他在延边完成的一粒联赛进球，完美的一场比赛，6-3。非常高兴到了广安以后，这还是第一个进球吧，但这个不重要，还是我们队拿到了半程冠军吧，继续前进吧。哇，这是你看这个大技巧，哎呀，就是来硬的，40分钟。继续加油，我现在真的继续努力。还有一场比赛，还有一个爆满的计划，第二个爆满的计划，然后咱们再继续加油，继续还是什么的，咱们继续前进。非常好。